北投除了可以泡温泉之外，还有很多的景点哦，像是大地酒店的书墙啊、北投图书馆、地热谷，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很适合一日的轻旅行哦。走。 我们第一站来到新北投车站纪念公园，那它这个纪念馆呢，原本不是在这里，是后来才移到这边的哦。你看它这边就都是一些以前火车站的样子哦。对，它就是说用酸的这种放进去的，它有一个空间，它就可以把它放进去，就是卡住的，所以就不用用皮筋这样子敲敲打打。我们来开这个，我们电视哎，你看有没有出现在里面哦？对啊。 馆旁边它有这个旧的火车厢，那它里面有放了一些照片，也是可以让人进去参观。中午我们要来吃的这个是满来温泉拉面，这个在北投公园旁边而已，很近哦。但是它排队的人非常的多，所以要有排队的准备。这里的装潢就是很日式，然后还有南汤是汤的泡饭的料食，点了一个素食的拉面，然后一个泡菜拉面。 然后还有这个叉烧拉面，它这边有个活动，就是如果说有点炸豆腐的话，就可以来玩它这个用古老方式送单，推过去之后就会有叮一声，如果说有成功叮到的话，就可以打折。在拉面店旁边，我们发现了这一间汤店，然后我妈已经开始买起来了。它这边有卖的是温泉铁蛋，然后跟类似麻糬的东西。她说他们的麻糬是用荞麦、山药、马铃薯下去做的，吃起来一般口感会跟麻糬会有点不一样。对吧？跟麻糬吃起来不一样吗？ 比较没有那么黏，可是口感还是麻糬，这就是麻糬啊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北投图书馆，这个是台湾的第一座绿建筑，它上面是有太阳能板，这里也是有全球最美图书馆的称号哦。都以为我来到日本，图书馆外面还有一个这个看景台，让人上去拍照，下面还有厕所。嗯，怎样？那现在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，就是不能拍照的，你要保持安静，然后要拍照的话。 不能拍到人，不能用闪光灯，不能做商业用途，然后要先做申请。下一站我们来到北投温泉博物馆，那它这个就是在北投图书馆旁边。它在日据时代呢，也就是大家的一起泡汤的地方啦。这里最后入馆时间是4:45，所以赶快进来。要脱鞋，鞋子会有这个钥匙，木头制的钥匙，每一把都长得不一样。我们长得不一样，为什么？钥匙啊，每一个都是长得不一样啊。真的啊，对，真的。教人家。 干净再敲，再泡，泡完之后再冲，然后水。这边呢展示了很多回忆，从日据时代到现在的一进化史。这边是不是跟在英国看到那罗马浴室很像？很像啊，方形的跟罗马浴室啊，是那种泡完澡休息的地方。它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让人家泡大众池的地方，那它这边就是只要投0钱进去就可以泡温泉了。这边泡温泉全票40块而已，那进去的时候就一定要穿泳衣。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热谷喽，因为阳明山的温泉是硫磺的温泉，所以还有黄水头跟鬼湖的称号。在进地热谷门口有几间小铺，像是这个小林温泉玉米，这还蛮好吃的。一个人都说它是真正温泉水煮的蛋，这个玉米也是温泉煮的哦。关门的喽，好吃的温泉蛋，1只60，是很甜呐、啊，好像是糯米的糯米玉米对。 其实这边有这个观光地图，哎，也蛮清楚的，很多点都有，然后也有很多可以泡温泉的地方，它都有列出来。我们现在来到大地酒店，它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它有一整面的书墙，就很像哈利波特的图书馆一样哦，超美的，而且很适合拍照哦。哇，你看这个书墙，书墙高高的，哇，难怪大家都来这里拍照哎。 晚餐我们来吃这个阿玛菲，那这个是我朋友推荐的。那他这边卖的就是有 pasta， 还有 pizza。这里是一间素食餐厅，它菜单也是有分成全素跟蛋奶素这样。它的披萨呢，就是在门口那边现制，然后窑烤炉也是在入口处的地方那边现烤。我们今天点了2道菜，玛格丽特披萨跟另外一道是阿玛菲烤饭。那阿玛菲烤饭呢，里面有节瓜、姜。花、水波蛋，还有一些时蔬。水波蛋、姜黄哦，我们家有加姜黄吃素面糊。我妈吃了一口之后，就在开始看食谱了。丝番茄，这个真的很不错哎，好吃哦！我妈很推荐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蔬菜，然后不同的蔬菜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蔬菜的味道。它不只有青菜啊，它还有香菇啊、芹菜啊，还有番茄啊这样子。 这道点了一道就可以吃到很多种菜的一个炖饭，好吃，来干杯，耶！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最后一站是要去丽禧酒店泡温泉。那丽禧酒店就是在北投站这边呢，就可以有它的接驳车，它是每个整点跟30分各有一班的接驳车，就可以直接从北投站直接载我们到丽禧酒店去。那我们现在在丽禧酒店，因为丽禧酒店是它的比较靠近山上的地方，所以水质跟山下也有一点不一样。看，它的房号都是用植物当代表，不同房间它就是不同的植物。这个房间它右边就是有一个厕所，然后跟一个冲澡的地方，然后左边它就是有个梳妆台，然后右边它有个小的躺椅这样子。然后它外面呢就是一个露天温泉。 觉得今天这个温泉很不错，它的汤屋是半露天式的那种，不像一般的汤屋，它是开个小窗户这样子，泡起来会比较舒服。